就是啊，遮尼有好诶姻缘，那聚集一堂，听经啊，讲经啊，这是偌呢正好诶姻缘呐。所以咱爱真珍惜，在佛陀讲经诶时代，嘛是爱看姻缘呐。 起居清法啦，爱有讲诶人，有听诶人，也嘛都爱有适当诶因缘。所以讲，起居清说教法啦，文教五戒同居，文化二味五戒啊，亦以和结缘就。 礼仪成就，所以听经拢是有因缘，有诶呢，是伫某种诶因缘呐开始有即个机会，就亲像为提希，为提希啊，伊呢看到伊诶宫中内底啊，啊两个夫妻辛辛苦苦啊，疼惜即个囝。 一个囝呢，啊，慢慢伫少年时代啊，交到无好诶朋友，提不达到，所以不断安尼叛逆，他毋茫惊伊将来呢，会当接掌这个政策，会当施仁爱民呐。无想到这个囡仔竟然呢。 安尼会叛逆啊，所以伊感觉人生啊，哪会遮尔正？伫富足中会不如意呢？虽然是遮尔正富足，确实呢无法度如意诶心愿，但囡仔会乖，所以慢慢啊，对人世间诶感情就。 心起着疑惑，也是有厌弃这个世间的情，所以伊就去请佛陀啊来开示。这种到底是虾米世间嘛？我虾米代志都是事事完完富足，哪会这个囡仔会安尼呢？世间。 到底呢是虾米款的因缘来结成？佛陀啊，就为这位为提希说法，这是一个契机。因为呢，为提希来请教嘛，佛陀呢就要为伊说法，所以文法五戒同居，所以观。 无量寿经啦，就是啊，为提希叫做同居者，就是啊，会当通起居说法啦。佛陀为这个人来讲经，所以叫做同居者。这种听佛的教法了后，伊会当误解啊。啊，佛到底为伊讲什么法呢？ 都只讲过去，就是观无量寿经，佛陀为伊解说，是这个所住的地方叫做娑婆世界，是伫阎浮提。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总是恭敬难调伏。娑婆世界的众生。 拢是各有带业带因缘来，所以伫即个五次十机啊的地方，本来都是真污浊。你若是有对即个世间的情啊不满足啊，那抑阁有一个世界，那就是无量寿佛所居的地方。 迄个所在，事事如人意啊，环境优美啊，寿命长久啊，哦，等等呢，迄种真水的境界，这是佛陀啊向维提希所讲的法，互伊知影世间啊，就是遮尼遮厌恶，只爱你好傲，伫迄个净。 干净的啦，人心嘛真干净，国土嘛真干净啦。那第一个所在呢，寿命又是长吼，等等啦。那维提希听了后，起到迄个好傲啊，这个法文呢，伊真刻意的记，所以啊，就一贯无量寿经啊，为伊呢。 修行的方向，所以得到无生法忍嘛。不管呢，伊的囝是安怎的形态，他还是可以忍耐。那伊会当找机会啊，安怎样来劝告伊的囝？甲伊讲啊，哦，你的老爸啊，你细汉的时是安怎安怎疼你啊，毋甘互你疼。 看，你的镜头啊，工人伊呢亲身啊，用嘴诉出伊的人来哦。看，这种父母疼囝的心是遮尼纯，遮尼正真啊！那不顾一切，甘愿为囝呢，安尼受尽委屈啊！干那安尼轻轻一讲一个啊！ 学下世啊，他呢突然间啊，如梦初醒啊，了解伊的错误啦，已经做到这种反逆罪啦，真恶逆的罪过。看人生就是干那一个心念，一个心念一转啊，可能呢就是永恒的毁灭。 心念呐不转呐，可能呢因性堕落，所以讲听经啊有因缘，契机请说法吼。那亲像安尼呢，咱有啥物代志，赶紧提起来问，无听到呢啊，用你的根基，讲你要爱听的话，改变你的人生，这。 文教五戒同居，虽然你的问题啦，啊，会当呢及时提出来请教，旁边的人听呢，嘛感觉讲哦，什么人伫咧请教法，我伫边啊听着，啊，都亲像伫咧讲我同款，我嘛是有受用。即种不管是同居啦，或者是呢旁边呢。 诶，即个助缘呐，那安尼呢，都是会当了解吼，即拢总叫做动机。那直接请教或者是旁边听到会当接受，即拢是对机啦，受法安尼叫做动机吼。那即个文化二味五戒咧，啊那听啦。 我对你伫咧讲，我拢听无咧，我无了解，因为我心无即个境界，所以呢，讲即个法呢，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虽然是无关系啦，嘛是伊感觉也听无吼，啊，毋过呢，亦伊互结缘种，嘛是伫未来会结缘种啊。 《法华经》内底，我哪有安尼的一段文啊？就是佛说法迄个中间，法华会上的会众无听到，也是结伫未来的结缘种。这是也是伫迄个法会里，嘛是伫过去呢，原来是有因缘，所以呢，伫法华会啊，也搁再来听法，毋是一次都有法度接受。 无听到，即处呢是一个因，来处呢，各有缘呐、啊，所以因缘呐、啊、汇合啦、啊，那一个果啊都会成就吼。所以呢，听经不管你听有听无啦，就是呢爱起着恭敬好傲的心来听，即次听无，才也种一个因啦，为未来呢会结缘。啊，有时阵呢，听的人无心啦，安尼都过去啊。啊，有时阵啦，过后了后，无定到呢。 伫某一个场合，碰到什么款的环境啊，无定到，迄当阵会去想到，我伫什么时阵好亲像有听到即句话？即句话呢，伫我现在的境界，感觉是真受用，嘛无定到啦。总讲一句呢，咱学佛啊，都爱多闻法，心有疑。 爱赶紧请教，那安尼呢？自然咱家己呢本身啊会当积极受用，或者是呢会当别人也会当受用吼，或者是听无袂要紧，会当伫以后无听到，原来会当受用。所以总讲一句呢，学佛啊，咱爱用心倾听吼，爱好好。 有问题，赶紧提出来问，安尼呢，咱才有进步的机会。那正面呢，就是为提系主乌下世王，以欲干逼迁灌属己，都已经呢啊，到这个会中来咯。那这个说法的地方是伫王下城。 王舍城呢，是王舍世王所领导的国度，所以因为安尼标出了这王舍世王的名称出来吼。那安尼这个会啦，已经呢该来的人应该拢到齐咯。那所以呢，佛陀伫迄个所在，人拢到齐啦，国内。 佛教退众一面，吼，你是世尊，四众为尧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这就是要甲咱讲迄个境界。该来诶人拢总来啦，那有遮侪人啊，哦，有比丘，有菩萨啦，有天，有。 八部良神，各有人间的人王，安尼呢，拢总到位咯吼。所以，大家人到位呢，国内佛教啊，退左一面。其实呢，唔是等甲大家人来才来礼佛吼，其实呢，来的时呀，就纷纷安尼来礼佛教啊。 了后呢，慢慢退走去吼，这些文化大众啦，前后分集，遮尔多人啊，有前有后来啊吼。那先来的人呐，已经呢坐伫迄个所在等咯。你佛教了后，就退到伊的位置去，坐伫迄个所在默然啦。 后面呢，陆陆续续搁再来，来的人呢，还是同款，搁再礼佛教啊，又是搁再退走一面，这就是要表示呢，众诶礼仪成就，这个会场里呐，人遮尔正多啊，必定要有前后礼仪啦，佛陀伫迄个所在。 即种诶仪规啦，应该爱有。一个大会若无有仪规啦，那都会乱吼。所以呢，佛陀诶教法啦，无离开伫人诶即个礼节吼，即个礼仪啊，这就是表达出了集众会场啊礼敬仪规诶成就。这。 咱会当想象出灵山会上啊，遮尔诚侪人啊，咧伫咧来，迄种呢庄严的队伍啊，前后有次序啊，迄种礼敬呢，场面会水吼，这都是啊，对啊，人拢一挂的时阵，那伫这中间，人拢一挂来了后呢？ 啊，四众围绕，真呢嘛应该爱讲对啊，佛啊，初成佛的时，啊三宝呢的僧团已经具足啦，佛宝、法宝、僧宝啊，伫鹿野苑初转法轮了后，开始呢佛陀啊。 就带着僧团，爱立誓度生咯。那伫这中间，咱人间的人，看到佛啊僧团啊，是遮尔正庄严，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迄份的尊敬？有一回啊，有一位长者，安尼。 摸到这个佛陀的德，甲伊的威仪，希望会当亲近佛。有一天啊，想到佛陀呢，集中的地方开始的时呢，佛甲僧团啊，拢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所以伊就去啊，去到迄个佛陀。 集中的地方，天也未光啦。伊想要去看看，佛陀因的生活是虾米方式？伊应该爱表达虾米款的礼仪？天也未光，他一路行来啊，看到迄个大树下，好亲像呢，伫黑暗中啊，那有一团的光啊！ 目睭阁家看较清楚，好像呢有一群啊真庄严的人，伫迄个佛的周围啊游绕啊，伫迄个所在绕啊，绕佛了后，就用真虔诚伫迄个所在礼拜迄尊佛，所以伊伫迄个所在看，看甲真感动。 忽然间呢，即群诶人无去啦。那么，这位长者呢，伊感觉不可思议啊！这诶人到底是叨位来诶呢？伊静静想，敢是天人啊？天人啊，都会当来到人间啊，恭敬尊重啊，安尼向佛礼拜。 礼拜以前呢，安尼伫咧摇佛啊，遐尔正整齐的摇佛，摇佛了后呢，安尼顶礼虔诚膜拜。所以呢，这位长者呢，伊安尼就开始，伊就学着即个天人向佛做安尼围绕礼拜的方式，这都、就是。 佛陀到每一个所在啊，要讲经以前，拢有安尼的礼节啊，这都是啊。伫当初呢，佛初成佛，要立誓度生啊，迄当阵人也毋知影要安怎礼敬，就是有这正知天人啊。 安尼化作亲像人像共款来到佛前，安尼诶又摇又酸呐，来向佛礼拜。这位长者呢，伊看到伊安尼学，从安尼开始就有即个摇佛礼拜诶方式。所以啊，这是啊，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。 除了呢，安尼的礼拜啦，其实呢是表示恭敬尊重，就是供养佛，是三供养。供养呢，有物质的供养，抑阁有身体的敬重吼，的仪规吼，抑阁有身体力行这种的供养，那都是从内心迄份的赞叹、敬重。 真诶，每一尊佛啊，伫人间受人间诶供养，人间呢要供养佛诶呢，最重要就是信口与三业啊。除了敬诶尊重啦，甚至呢，抑搁着爱行诶尊重，佮不断诶赞叹。所以啊，佛法啊，要推行在人间啊，必定呢。 爱众生啊，对佛的尊重、恭敬、赞叹，安尼呢来供养，安尼佛法啊，才会当畅通人间呐、啊。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呢，这种被众生恭敬供养的礼节呢，咱应该爱好好来扶持佛法，应该好好呢。 自我重新开始。佛陀虽然啊离开人间完结，哦，那已经有2000多年。不过呢，佛哎啊发心还是在人间啊，就是伊的佛法啦、啊，永远啦、啊，慧命流传人间。虽然必定呢，啊、哦，敬佛而佛在。 佛陀的教法呢，有法的地方，咱都爱真恭敬吼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佛陀的法身啊，应自人间呐。所以咱人人时时啊，爱敬佛、敬佛，那必定爱敬法，也爱传法吼。这才是咱为学弟子啦，应该爱有的态度。所以啊。 必定爱时时做一个启基者、动机者，或者是呢要做结缘者，无不都是呢为法啊，那来追求，这都是真重要。所以，请大家人呢时时爱多用心啊。